王志凯把自己给甩了啦。你说什么？干嘛？你姐跟志凯分手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昨天。而且啊，今天笨姐还送那个猪头出国嘞。他们为什么是分手啊？哎呦，就说来话长。反正呢，你那个宝贝女儿啊，被人家欺负了，还笨到去倒贴，惨不忍睹。哎呀，朵莉怀孕了，志凯不认账。哎呦，妈，你说哪去了啦？哎呦，我懒得跟你讲，你就自己去问他好了。总之呢，这几天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对姐好一点，不要叫她做这个啊，又做那个的。哎，还有哦，要多给她一些时间跟空间去疗伤止痛。我回来了。朵莉，饿了吧？妈煮碗面给你吃啊。妈，你不是说收摊后打死也不要下厨的？没关系啊，我吃泡面就好了。我有这么说过吗？那个，朵心，嗯。姐呀、啊，吼、哦，我们家开面摊，你要是在那边吃泡面，传出去笑死人哦，笑死人了。嗯，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下好了，然后妈去煮面，我就帮你放洗澡水。先休息吧，等一下。是我家没错，你们两个真的是我妈跟我妹吗？嗯，算了，就算你们是诈骗集团假冒的，我也不想管。我好累哦，我要先睡了。你们什么都不用帮我做，晚安。过得好吗？我告诉你哦，我去报名弗拉明戈教室了。有一天呐、啊，我一定会变得跟你一样出色。有你在对接，每天陪着我上班，我一定会时时刻刻鞭策自己的。叶朵莉，加油！还知道来上班啊？哼。想不到我也会有旷职的一天啊，不过谁在乎呢？大家早啊。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昨天没有请假，也没有来上班，害所有公司的同事领不到薪水，很多人都快抓狂了。哎，昨天是15号啊。我们是没有关系啦，只不过你在公司人缘已经不是太好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可是我没有朋友的哦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知道了。人家叶朵莉啊，才不会在乎在公司里面有没有朋友。她有董事长挺着，就天不怕地不怕了。造成大家不便，算得了什么？平时她一点方便也不会给的。别被那几个八婆影响你的情绪。有些人自己行为不端，还逼别人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无聊。加油，我支持你。是我忘了发薪日，跟他们没有关系啊。你啊，
就心地太好。经理总，经理长，你好。杨小姐早，吃饱了没？要不要我叫人家准备啊？色香味俱全，美味可口的精力餐给你吃，保证你吃了以后精神加倍，活力旺盛，美丽动人。不用啦，虽然我是董事长的女儿，但是我父亲有交代，要遵守本分，要跟大家一起同甘共苦，尤其要是公司里面之前的新人，不像有些资深的员工倚老卖老，不把公司的制度放在眼里。叶朵莉，你出现啦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哦。经理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昨天旷职的原因是因为拉肚子，还是你大姨妈来了，还是你被狗咬、被车撞、被你男朋友甩了，这些都不是理由。最重要的就是你昨天旷职害公司的支票跳票、信用受损和员工领不到薪水、情绪低落，更重要的就是你害杨小姐请不到款，把我骂成猪头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以后不敢旷职了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你不要以为董事长罩着你就无法无天了、我警告你啊，你只要违反了公司员工服务准则啊，不要说董事长，连天皇老子都保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我今天以前会把它处理好，而且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国税局要抽查的账目你处理好了吗？我礼拜五之前会把它处理好。下星期要查的账你星期五才给我弄好，那你的意思是说叫我周末假日来加班看你的账，对不对？旷职倒蛮干脆的啊，不啰嗦，明天一并呈上来我检查。可是嫌时间太久，对不对？好，下午就给我处理好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各位同事啊，听说公司附近开了一间新的餐厅，那里景色很好吃啊，你们带我去吃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格力啊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我请客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事情要忙。就让你看看师傅怎么教训徒弟。我先生，不要跟我玩了。哇，没有信！天哪，怎么在冒烟呢？刚才太急了，来不及包装，所以弄湿你的手。没的事，杨小姐。坐在这角落，心里很多话想说，我和你的错就是舍不得放手，深爱你的我早就应该让你自由，直到我以后需要一直往前走，也许是越在乎越会彼此的伤害，这样的爱情又算是什么？
我们只能放手。